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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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尊敬的诸位啊，同修大德啊，诸位线上的朋友啊，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细讲《太上感应篇》啊，如我所分享的这一个。太上感应篇的原文呢，我们上一周呢就上一周嘛，上一次已经说到，太上感应篇为什么在我们这个世间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个时代，对于我们的这个洗涤我们心灵，带领我们，给我们一个做人的标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南针。然后我们就说《太上感应篇》本身一开始就已经说了我们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了，一句话就讲完了，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前两句是说，祸是祸，是福是凶是吉，是自己感召过来的，是自己所作所为而感召。就算这一次没做，上一次有。上一半辈子或者上一辈子，所以时间这个东西是通三世的了啊，不要限制于我们这一生了，那太狭隘了，也不符合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要对于未知的也要有一个所谓的尊重。当然，我们是以圣贤之道来学，就是要真正建立起信心。对于圣贤人讲的话有信，因为毕竟这些人都是真正成就的。然后再跟我们讲这条路怎么走，啊，他们没有理由去跟你吓唬、坑骗。你说就算被骗了，骗到去天堂也好嘛，总好过我们在这边锁在这边受这些 COVID 这些灾难。我宁愿被骗，在这一点，啊，这叫有智慧的被骗。如果我们用这种话来说，因为我们还看不到事实真相。但是啦。说回来啦，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善恶的报应它的那个度啊，是 exactly 就是刚刚好，就是如你所做的一模一样，就是它不会，它会刚刚好量身而至啊，为你量身而做，有多少尺寸它就是多少尺寸，就像你的影子跟你的身子一样，身体一样，一模一样的，不会多不会少，丝毫不爽嘛，善恶果报，善恶报应丝毫不爽。然后后面就说了怎么行，这个所谓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然后我们就说到好的不好的，如果现在以不好的来说，就是惩罚的方法是以你的命就时间来算，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倒时走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countdown， 有些人的倒时时间长，分别就在这里而已，时间长一点，时间短一点，时间都会到的。我们这样，我们这一个，哎，怎么会翻译了？我们这一个存在啊，就是讲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生死生死，死生死生。所以这个惩罚呢，当然就是以你的时间长短来衡量，你时间越短，你的那个惩罚越重，就是把你缩短，让你越来越少时间。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后面会说。但是它的现在是从一个现象来讲了。你的这个算了，越来越少，就是你的人命算了，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然后不只是时间哦，旁边附带的种种惩罚可以说是灾厄连天吧，就是穷啊、贫好，你的财富越来越少，你的那个人事啊、人事物、人事事情，你所遇到的人、遇到的事、遇到的东西。都有很多让你引起忧患的，都不能平平安安度过很多灾难，
人皆恶之，人家都不喜欢你，或者是人家都对你不客气，等等等等的，行或随之，吉庆必之，那些种种法律的官司赠送啊，缠缚着你，然后吉庆必之，好的东西也不会到你身上，恶性灾之，就是天灾人祸了，然后算尽则死。如果你的时间到了，一直捡捡到你没有的再捡了，你就往生了，你就会死。所以这个不是对一个人，也可以对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人来讲，这是不一样的层面的啊，工业别业嘛。那我们不要说的讲 technical， 就是讲白一点，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这个就是恶报的一个表现。然后执行官，我们现在看的是执行官，从精神层面的。有三台北斗神君，他们管你们的，你的思想行为有没有正确，就是路人罪恶是不是很亏得亏心的，还是很真正仁厚的，到底是厚还是薄啊？我们说宅心仁厚，或者是说忘恩负义、刻薄，这个自己懂了，不要问人家。我是不是忘恩负义，我不是在身后看你自己的所言所行就知道了，然后再做调整，这东西都是可以改的。好，今天跟你讲就是说不要再犯了，不要再干这种傻事，或者说好的事情要努力，要让它更加圆满，更加升级升华，自己的思想境界也会提升，不会锁在争斗啦、斗争啊这种芝麻蒜皮的。又有三司神在人生中，每到更生日啊，则上意天朝，就言人罪过，在你身体啊，有头有身、胸部，还有你的脚部那边，都有一些怎么所谓的三司神吧，三个部位，就好像一个政府部门啊，有些是管经济的，有些管国防的，有些管健康的，就是这样的，很 logic 啦。其实你推升到我们身体上也是一样。我们人的 society， 我们人的那个大社会运作都要这样，更何况你自己本身一定有这个操作的。那每到一定的时间，更生日应该算是月尾吧，他会好像我们每一年要做那个财务报告，这个也是啊，他们每到一定的时期有一个轮期，他会跟你说这个人啊做了好的多少，做了不好的多少。更生日哈，对的，此说人心，神明见察了。三司神来身里面，凡心头一语，总是瞒不过。更生是天神决断人善恶的日子，则呀， yeah， 对，总之就是他们有一个时期一定会上报，然后言人罪过了，你的罪过，你有什么地方是缺德的啊，都会讲，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月会之日，灶神欲燃。那我们听到灶神就很熟悉了，于静一公遇灶神祭。之前我用英文来说了 ，stove god， 那是我们华人都叫灶神啊，就是主管我们家里的大大小小的行为举止啊，不是只是管厨房的。OK， 他管的是管你们，因为民以食为天嘛，你的那个吃不吃得饱，决定你家庭好不好，这样的意思嘛，就是灶神管，就是管你们的。一家大小的啊，好的不好的，平平安安还是有灾祸，都是根据你们的善恶而定，所以到最后还是如影随形，为人之造，不是人家随便裁决的，是你自己所作所为。所以每个月尾啊，他们会上去说了，灶神也是做一样的事情。原则呢，有人凡人有过，大者多计，小者多算，一计12年，一算100天，大的过12年。拜拜，12年哦，没了。我才28岁，这样12年就没了，一半就没了，超过不多啊。哦，我们说2个12、24已经是，如果人生你能活到100岁的话，那1/4就没了，就这么快，所以1/4的一半。小则多算100天也不少哎，一个人生才有3个100天。再加多60天，365天，我都说过了嘛，一天24小时。上一次我们还跟有位
叫做 surgeon 吧，叫做手术医师的，他做工作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一周，一天啊，平均来讲，所以你看啊，10个小时就没了，14个小时里面你还要睡觉，8个小时没了，啊，6个小时里面还要吃饭，2个小时到3个小时都没了，剩下就三个小时左右，所以时间不多了，真的要修行的话，其过大小有数百世。很多啦，真的是要立出来，我们也不会一个个讲，是抓几个重点说。欲求长生者，一定要躲避这些过。它是以一个从反面来讲，这一个不好的东西有什么后果。所以，如果你能把这些过啊都能减轻，甚至是让它不再发生，那你一定是得到福报，得到吉庆，得到福啊。我们先讲福了啊。那你要再升级为所谓的往生净土啊，那就要靠心愿持名。但是这个福是永远脱不开的，没有不可少上根福德因缘，这是福德的一环。好，那我们现在说"是道者进，非道者退"这一段啊，就是所谓的我们的一个善要怎么个做法，怎么个想法。怎么个原则？第一就是对的就要做，不对的就不要做。道，符合道，什么道？正道，什么是正道？后面会讲。你要做，就是对的，你就是要做，不管它是什么 consequences，不管它是什么后果，是对你现在现实第一是怎么样。不对的就不要走，退，躲避，不要去走那条路。那就开始了。步履娴静，不起暗示，积德累功。所以步履娴静啊，就是说，步履就是履就是走走嘛，不要去走那种邪道吧。所谓叫邪道，邪道呢，就是说你的这一些做的事情是那种苟且的，就是人家见不得光的事情嘛，不正经了。我们说。所以是什么是不正经？第一就是不正经哦，不正经了你，不正经就是可能就是从，我们可以从很明显的财色名食睡当中的财和色贪财贪色，色就是邪淫啊，暗地里做那种偷窥心事，其实它跟不起暗示是一个意思，它是一起的，步履娴静不起暗示。但是如果从步履娴静来讲，娴静是施僻的小路哦，根据子一样。譬如做苟且事，使善人正心，件件事都要做得正经。所以你真正要达到标准，善有标准的。OK，善的标准就是正经，就是走光明正大的路，不会不怕人家监察，就是对得起，再暗再明都对得起大家。如果一个人做苟且，以财色为主了，就像禽兽恶，就是没有羞耻了。就是做东西，就是觉得错了，然后还会觉得自己做得很，还理直气壮那一种，贪污了还觉得贪污的我没有人家贪得多，是什么？是唉，有啦，有很多事情，很多政府过部门，不管哪个国家，我们这边也不要批评什么，就是说有这种贪污的行为，这种叫外遇的这种不好的行为，这是。这就是不正经了，就邪径了。履就是走嘛，你走上邪道了嘛。不起暗示呢？欺就是隐瞒的意思啊，暗是阴暗，人家看不到。是我们可以说是房间嘛，哎，这个房间。一个善的人，他现在跟你说什么是不善，所以你就知道什么是善。这东西是这样的，那个叫做反，我不懂中文怎么说，就是。contradictory 就是它是镜子嘛，反面的啊，一正一反嘛，阴阳嘛，这太上感应呗，阴阳一阴一阳，所以现在这个暗示嘞，一个善人是不走邪径，不做这种苟且的东西，就是见不得光的，不起暗示也是一样每样事情他不会说，因为人家看不到他就自己在那边懒懒散散，随随便便。只要是他责任应该做的事情，他就去做。如果他是
不应该做的事情，他是绝对不去做。不管你把它放在一个人的房间，或者放在大庭广众那边，所以他就对得起大家，他是活得很舒服，真的是快乐，真快乐。他是一致性的，讲到底就是这个人是一贯性的，他不会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就是这样，就是一句话，诚恳真诚啊，不容易，因为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啦，有时候要遇到不一样的事情会，转一下那个观点啊，讲法。那面对这个啦，我们要想到自己的利益还是大众的利益，自己利益还是这个团体，大团体的利益啊，以最大众的为主，自己的为次，那就走向正确的道路了。如果把自己的利益驾驭在全部人的利益之上的话，其实到最后你也得不到什么，因为这就会亏了你的德，亏了你的德，这全部会发生。所以这边就是跟你说，你好处是捞不到的，你现在捞到的好处，后面要还10倍，那是不是好处？请问，你偷了人家的1万块，或者是贪了这个国民的1万块，1万块也太少，1亿美元吧，我们用美元是最大的，1亿美元，啊，你偷了哈，爽哈，去买那些。豪宅啦，美女啦，然后再爽啦，爽个透啦，给他爽10年吧。暴露出来了，怎么样？抄你的家，全部拿出来，一个个调查，而且还要你还，坐监牢，这个还不够。你死了过后，你以为就这样了？如果你还不够，还要坐牛坐马。我们先讲因果吧，我们不能狭隘到只是想到这一生，那是很狭隘的想法，那是很不科学的想法。你还有后面的，一定会要还的。All debt must be paid， 每一个债都要还。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跟你说，不要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不要做那些损人不利己，损人永远不会利己，利己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你可能在政治上，你可以去损了人家名誉，就算人家没有做，你可以去损，然后自己好像觉得占上风。结果呢，真正事情发生了，因为你的德，你的人本来就缺德了嘛，因为你做这种事情就叫缺德。你一上去的时候，面对事情的时候，你也是做到比他还更糟糕。你就是说，像我们六祖慧能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事情过。”一个真正修得道的人，他很清楚，虽然很清楚什么是对事，他也很清楚这个人做的善，做的不善，但是他不会说整天抓着人家不善这样不放，他会一直说善的我要称赞他，不善的能规劝就规劝，不能规劝我就不要看。我自己就专心好好修我自己了，所以这种人就是厚道，所以你把他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还是重要的角色上，他是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贪的，因为他是永远会看到人的光明面。他第一是对人有信任的，然后第二就是他对整个机构会做到就是正己化人的效果。那我们回到去重点了，步履协进，步其安时，就是世道者进，非道者退的第一条，不要走捷径。不要不要隐瞒，不要有所隐瞒，不要有所不要做苟且的东西，不要有所隐瞒，做事情光明正大、光明磊落，就这么简单，就是光明正大、光明磊落，对得起人。有一句话是司马炎吧，还是司马光，忘记了，事无不可告人之言啊，就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呐、啊，真正。有学圣贤的人，他不会，他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好，积德累功，慈心与物，到这里也是一段。积德累功，德，我们先积是一个动作词嘛，累积嘛。什么是德？不像我们有时候说你缺德啊，你很有德行，大德。德就是顺着道来走嘛，你顺着道就是德。那什么是德？善心纯熟就是德，善事真切便是功。OK， 从少到多叫做积累积，从底增高叫做累。哦，这叫不说文解字。谢谢。善心纯熟便是德，善事真实便是功。这一个是从你的心态来讲，一个是从你真正做的事来讲。说积德是你的那个心啊，
越来越痴心，后面就说嘛，痴心于我，报警，痴心于我，就是你这心很柔软，很纯，唯有自己的自私自利，纯就是没有夹杂私人利益在里面，没有说我要怎样赚一笔，或者我要怎样捞一笔，或者我要怎样在这一边得到最大的利益，就是这种想法，纯粹是利益人家的，纯粹是服务的，纯粹是公正的啊，光明的啊。那积嘛，就是从少到多，就是说你的这个善行越来越多，越在你生活中多多方面越来越多啊，你的那个态度，你对事情的态度，永远是从一个光明正面的地方来看，就算有阴暗处，你可以很怎么讲？你可以正视它，不会给它带偏。你会明白这个就要学佛了。其实讲白一点，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因缘，就是他的环境啊，然后他自己本身的修炼啊，到什么程度啊，对于这个是非善是非利害有没有搞清楚、搞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是非？什么是真正的利？还有弊或者是害啊？如果没有搞清楚这4个字是非利害，那就会。价值观就会偏差，就是说他所谓的对错就会偏差，偏差了他所作所为就偏差，他所作所为偏差，那后果就会偏差，那就不能得到他所要的结果。所以这个就是要把清楚，搞清楚因果的原因。雷公呢，雷击嘛，从低到高嘛，那个功就是他真正从这个善，这个德行啊。去做的时候，就功夫，你的功夫到哪里？我们每一个生活当中要做的下的功夫，在上班啊，在家里啊，跟家人，在上班跟同事、老板，在家里跟父母、兄妹，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在外面跟朋友啊，然后再还有自己的丈夫、妻子等等这些伦理的方面，还有你的老师、法师，还有你的学生、同学。所以这种伦理方面呢，你就是每一天要用功的地方，每一天你面对的这些人呢，你要用功的地方。你第一就是你的心态能不能永远保持正道，不会说一时的生气啦、愤怒啦，或者是一时的贪心起来，就顺着那个每个人都有这个贪嗔痴，就是不会顺着他走，能拉回来。啊，这一个还是改变篇，是给你 analysis cost benefit calculation，就是跟你说代价来算的。真正的跟你说嘛，一开始就说算尽则死嘛，大则多计，小则多算，就跟你说那个后果是多严重，然后再来说为什么不能作恶，后面会讲。所以现在给你讲一个正面的啊，从正面来看，后面会很多篇幅是用反面的，这样就比较容易懂。因为我们反面的碰得多，正面的也不是很多，啊，现在就是这样，就算有正面的，都被那些反面的那种报道盖住了。那老和尚也说了很多次嘛，就是这个新闻啊，他以前问过他的老师嘛，应该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他有三位老师，第一位是方东美先生吧，他也说老师怎么样，就他们的社会是台湾嘛，台湾社会啊。要怎么样改善还是怎么样？忘记了他的具体，就是说怎么样改善他的社会的风气。他说，第一就是不要有电视机，这 电视机把它拿掉。如果电视机拿掉，台湾的社会风气会变好。因为现在为什么我看到很多新闻都是在要么就挖人家脚墙角，管他是真是假，就挖人家墙角。其实挖人家墙角也是挖自己墙角，因为你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拆东墙补西墙这样的感觉，就是让自己。越来越缺德的事情，一直分布在大家，然后用一个所谓自由的那个意思来讲，而不是说把这一个自由运用这个所谓的大家可以交流的自由来，让大家来分享正面的、公正的虽然你不公的要讲出来不好，但是它的方向应该是说要让大家知道，做事情要不要缺德，而不是说。
我为了要得到我的政治的利益，或者是我自己个人商业利益，还是说我自己的名誉的，就名闻利养的利益，而去做这种事情，而是为了国家的正常运作、公正平等的这个概念，真正为了这个而去说这个是不好的案件，你们不要学哦，这样子。现在不是，现在是为了我这个媒体的商业利益，为了我自己个人的名望、民调什么东西的，一看到就知道，就是这个社会没得救了，或者说很难得，很难得救，包括其他世界的国家一样，心态啊。所以为什么积德啊？第一就是那个善心很重要，那个心态、那个 intention， 一开始萌起的那个念头一定是要利益大家的，不是说为了自己一个人的利益而去。去做那种手段。如果你的心是德的，不是缺德啊，你是有道德的一个心啊，你就所作所为就是有功。同样的事情啊，你可以举发这个贪官还是什么，但是你的心就是为了引导大家要怎么样守法、法律程序，不管你是王子还是庶民，都要受法律制裁。治王子以治庶民啊，什么什么忘记了，都要守法，是这样意思。那就有功，你这样做就有功，你这个媒体。但是你现在的心态不是这个，是积怨啊，就很薄啊，那种心态是那种要挖人的，挖苦的，或者是找人家破绽，然后去一直批评，然后有时候有的没的都来批评，像你这个叫做积德累功啊，不是啊。那叫自讨苦吃，啊，或者是说自己把自己的，不好的，啊，你把这个社会弄坏了，啊，好，此心于物。那积德累功第一样事情是什么 ？compassion， 没有 compassion， 什么是假的？一个很聪明的人没有 compassion， 没有慈悲心，他就很危险了。他可以做很多很多很恐怖的事情。你们聪明不聪明的人，他心术不正还好一点，因为他做不到什么，他就只能做这么多。一个很聪明的人，很会想、很有想法的人、很有技巧的人、很有手段的人，去没有慈悲心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对整个国家、世界的那一个毁坏是怎样，可能还比世界第二大战那一些人还厉害，因为现在更容易了嘛，不小心就会了。又我社交媒体啊，一大堆了，哇，手段多了啊！所以讲到底啦，你要有功德，功德，你的心一定要是厚道的，一定是要善的，就是要符合这个道啊，正道啊。我们要怎样知道什么是正道，就要知道什么不是正道，那就对了。不对的就不要做，就是暗地里的不要做。然后心里面永远就是要存着为公、公正、为公的，不为私的。那你所作所为就是公的，就是有功劳。然后在于种种善心来讲，以慈悲心为主。慈悲心有了，你所作所为啊，就很有。就很有活，很有灵气了。就是说，你所作所为都是，很慈祥吧？因为你一个慈心，你看这个慈怎么写？慈是上面一个慈，知心，你的心就是慈心、彼心，慈心就是我的心，你的心就是我的心，就是你可以感同身受了。那悲，我们这边没有讲悲了，我们先以慈为主。是慈，就是说你可以，想到我就想到你，想到你就想到我。所以我们中国话有一个叫仁，仁义礼智信的仁，一个人之旁右边有两个，就是说什么两个人才能达得到仁嘛，有的你中有，就我想到你，看到你我就想到我自己，想到我自己想到你，就是大家都会互相，我讲为对方着想，这是最基本的，那就是慈悲心。想到你就想到我，就是对为对方着想，就是有慈悲，就是慈悲心的开始。一个善人一定是会为对方着想的，为社会着想，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国家着想，就功大过于他的事。这样的人，大家都会很尊敬，都会很喜欢。
感受得到，他做所作所为不会损为了自己一个人的利益而损害大家，他会照顾到大家，就这样的意思。所以他一做事情哦，你感觉得到，他一定会想到很周到啊，一定会设法去为你，就是为这个对象服务对象而设想啊。这个是你要相处了就知道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那个心是很温暖的，你感受到他的温暖，他的那种，他待人接物就是那种很慈祥的人啊，你感觉就是很舒服，你不会觉得有点，哎，这个杀气很重啊。我们不是讲这个人杀气很重，眼神盯着人的，或者是气冲冲的啊，容易嘛？如果你好像我们老和尚，你在旁边你就很舒服了，你就坐在那边听他讲话都很舒服。这叫慈心于我，一个人很慈悲到的一定的程度，他自然而然就散发出那种磁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脑电波嘛，如果你的想法整天都是怨啊、恨啊，整天就是被这些外面影响啊，然后自己又在那边内化这种垃圾，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狭隘的，就是这种全部都是坏人，没有一个好人，然后有好的人一直要看到坏的地方，好心你咯，没有几个人是圣贤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重点是那个态度要对。所以就是一个人整天想那种，他看到什么都是这样子。人家你一靠近他，你就知道，感觉有点。就算你还不知道，你跟他相处久了，看他对人对事对物，你就知道。正常状态下了，不是在镜头面前的，那就是这样啊。你要有德行，你要积德累功。第一，你一定要永远是一个为人着想。为了服务，很善良的心，这个不是喊口号，你自己本身就会跑出来的，很温暖的，很 warm 的。好，积德累功的本，做善人的根啊，这边有说，这句话是积德累功的本，做善人的根。那我们就继续了，再引申了，一个慈悲心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面对外面，他的功在哪里？第一，忠；第二，孝。第三有替，忠孝有替三个 section 三个阶段，而后面就是正己化人。忠，从大的来讲就是殉职啦，什么为国家付出，那个就很明显了。但是我们还要讲每一天每一个人，我这种普通人，上班的，或者是在家里的家庭主妇，我的忠怎么尽到？一定要去参军去保卫国家，不是的嘛？忠的意思就是你的心是正直不阿，忠正的，不会偏歪的。所以你做的东西是你的责任，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你的责任尽到。我现在是员工，我现在责任就是这个，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我做不好，我要去检讨，检讨了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啊，我现在是管这个。部门的，我现在的责任就是要把大家的种种的疑难杂症理清楚，让这个团体能操作运作。我是家庭的一个分子，我要让这个家庭比较幸福，比较温暖。那我第一就是不能随便发脾气，那是我的责任。我先要把自己的情绪理好。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不能把我的情绪负面情绪带到我的孩子身上。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就是要让这个家庭的环境，不论外面是什么 drama， 都能可以做一个避风港。这不是理想，这是责任。这个责任一定要两夫妻一起合作，自己一个人是做不了的。这个概念要有，有了这个概念，你就知道什么叫忠，忠于你的家庭，忠于你的社会，忠于你的邻里乡党，忠于你的这个。怎么讲？你的单位，忠于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忠于你的专业。每个人都有啊，不一样的嘛。在家庭主妇也是专业啊，你以为啊，煮菜啊，准备那些，男的女的都是可以做家庭主妇啦。现在主妇都一样，家庭主妇啊，就是你既然在这个位置上了，你就要做这些事情，做好它。时间到了，如果你真的是积德累功，你是真心的去做好的话，你自然会变好的。
自然会有缘会帮你转化，这也是他们的责任啊，天生的责任啊。他们看到有善的，他们也会帮忙。那让你磨难磨得很苦的那种啊，就证明你后面的潜能越来越大。可能对不起，可能不是这一生，可能是来生。但是我们也不要想什么时候，我们就说我现在把它做好就对了。我还想，还要去想那个什么，那就亏了。其实，那就有量了。你要无量啊，无量的心就是说不会因为什么利益而去想。你是真的是去做，你真心去做，那你所得到的是无量的。哪里你怕你那一毛钱去捐？你那一毛钱后面带来的那一颗心啊，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好像赈灾的，或者是希望佛法能幸福大家的，真是那一颗心啊！不是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升官发财，快点快点啊！我捐2万，快点给我3万回本，或者是捐2万就是有1本万利，快点回来，这样子的心态，你只能拿100万而已。如果我的心态是2分钱，但是我就是有2分钱而已，我能捐这么多，但是我心态真的是要希望大家都不要有事，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就这样捐下去，我拿的比你多，因为我的心比你大，就这么简单，心主宰一切，一切法唯心想生，没有其他的。那些物质环境都是随着你心转变的，你现在看到这些物体，我现在敲走的 CPU 挡住你。但是这些东西哦，它会沉住坏空会坏的嘛？它是随着你的，它有它的 atomic particle 分子在转，你的脑电波也是很多 particle 的，所以就是你解剖来讲，你的这个思想行为才是思想才最重要，你的那个心态是最重要的。啊，外面的物质环境会随着你这个心态而转，不好的会变好的，好的会变得更好，负面非常糟糕的。你会看到转机，有些人看到负面的，他只看到死路一条；有些人看到负面的，就死里回生、起死回生，啊，卧薪尝胆。看到这种，他有这种气魄，有当然你要耐心啦。好像我们的于静一公寓造神记又讲要耐心，要长远心，就这个意思，不是一下子就成就了。你看得远，你就知道不一下子成就，但是你就是有那个气魄，你就是看到他的好，你就看到他的，人家是挖角看弱点，我是挖再坏的人，我就看他的缺他的强处在哪里。我得到的是强的，你得到人家缺点，你拿人家垃圾，我拿人家的精华，谁赚谁亏，是非利害啊！讲白一点，是非利害，什么是真正的利，什么是真正的害，搞清楚，不要害死自己，也不要害死自己下一代，价值观要正确，笑。忠孝，哎呀，翻一下吧。Loyalty 啊，孝孝是什么？哇，这个厉害喽！我们现在讲积德嘛，一个很有德的人，第一慈心、慈悲心怎么展现出来？第一，在做的责任那边，不要让第一不要害到人家啊，先不求有利益人家，先不求不害人家，就说把自己责任做好，不要害到你接过来的人，或者是你的 teammate，你的这个同僚。因为你的责任不当，而他自己也受殃，可能还要再加班2个小时。本来回去可以陪他老婆了，或者是他妻子、他的孩子，因为你做不好，结果害到他。所以先不害，啊，才讲有利于他人。OK，这忠就是这个意思。孝，那就讲到善的根本了哈。一个慈悲的人也是一样，就是想到我想到你嘛。他孝的话就是一体的观念，对于自己的父母开始了啊，还是要看一下，小心一点。我们有24孝嘛，我们华人有一个故事，24孝，有一个是他父母亲很寒冷，他就拿上他，因为很穷，他拿上身体唯一的一个衣服盖住他的父母，他自己就很冷，整个身体没有穿衣服，在大冬天的时候跑到外面去。把那个用自己的体温把那个冰壶融化掉，然后把鱼钓上来。然后我们先不要讲吃素的那个，我们先说他鱼钓上来就给他的父母有东西吃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把自己的性命放在外面，就为了让自己的亲人可以得到温饱。
所以这个就是孝的一个展现，一个精神所在，就是人家大过你这样的意思，就是你自己可以豁出去，可以去，为了保护你的家人还是什么的，你可以豁出去。但是这边也是有讲啊，你自己不要把自己自暴自弃啊。他那个只是一个例子，跟你说他的精神是这样。在每一天生活来讲，一个尽孝的人，我们又说养父母，《弟子规》有讲嘛，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心，不是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就让他开心愉悦；养父母之身，就让他温饱没问题，住没问题。养父母之，志呢，就是他对你一个孩子的期望。一个很明理的父母，他对孩子期望是希望他可以在他任何行业上都能成就啊。当然，有些是有一点你要赚大钱啊，升高官啊。那我们自己有学这些道理的人，我们也知道这些不是重点啊。我们也不是傻傻的就说哦，为了当官而当官，为了赚钱而赚钱。我们学的道理，我们就知道这些只是一个缘分，让你心，让你积德累功而已。那我们就要帮父母自己做好来。后面有些政绩化人，你自己要做好，你会影响到你父母，他价值观会调整。所以你现在自己价值观要先正先，才对。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以前的时代为什么会讲听父母的就对？因为他们的环境就已经是算是很正确的了，很正当的啊。当然有啦，有那些比较俗一点的，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正派一点的，但是大多数来讲，他们社会的风气都是说，读书人为上，商人为下。就是说，你有读圣贤书的人，真正把圣贤道理参透的人，他们会很尊重这种人，他们不会说只管金钱、权力，有这个方面一定有，我们看到历史一定有。但是就是说，他们还是有这个很强烈的正气在那边，正派的这种气息还在，现在比较少。大家都很多自己的想法，虽然是很公开的世界，但是会变得没有规章。你搞你的，我搞我的，结果我们还是住在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国家，结果闹得大家都不能做事情，分崩离裂。结果你怎样把事情做好？一个团体、公司团体如果没有规章的话，你讲他怎样去盈利呢？一个国家没有宪章 （constitution） 没有法律。大家不是自己喜欢按自己标准来，那我们道德其实没有标准吗？有的，但是是要用来衡量自己的。所以我们跑回去这边了，忠孝这个孝啊，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怎么用？还是一样要保护好，让父母温饱没有问题，这是经济上，然后在他的要照顾到他，时不时打电话慰问一下，你还好吗？跟他谈了，听他讲话。就是让他听到你声音也好了，交心、沟通，不用那么 ritualistic， 那是就是很自然的，就是交心沟通，还是要讲话的，哪怕就那久久一次，你还是打过去问他一下，或者他打过来你也接。现在有电话了嘛，或者是 Facebook， 或者是这个 Team， 能见面最好了。然后，养父母之志，那如果父母的志向很，真的是很好，很正，你是依据这些圣贤经典来讲，他是有这个志向，或是他为人就是很正直的，他就是说他不是那种俗的那种金钱利益的，他的志向就是这样，这样你自然而然就是没问题，你跟着他走就对了。那如果大家还因为断层了嘛，这些价值观断层了，如果他的志向不是很正。但是其实讲到底，他们这样也不会说要你不好，那总之是要你，活得幸福，活得好，步步高升，平平安安。重点就是让你衣食无忧，让你有好的家庭。他们的期望是在这边，这样你自己要好好的活下去，要让他们放心啊。讲白一点，他们的志，最大的就是要你要放心，要看到你活得好，这就对了。那自己要怎么活得好？养父母之志，自己先要把自己的，好像是《弟子规》讲的诚信，就是早睡早起，
吃东西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挑食啊。然后对人呢，不要一直树敌啊，就要好好的跟人家相处，跟自己的如果有妻子、有家室的、有丈夫的，好好的相处啊，不要整天三一闹二吵三什么，一天小吵二天大吵三天闹上吊那种，就大家都平平安安的过，跟家孩子的要尽责，也让人家看到你可以把持家事，你的父母亲的基本志愿就也达到了。他就觉得你可以持家，你不是那种吊儿郎当啊，没有目标，自己也不知道该干嘛的。这个没办法啦，有时候是一个过程啦。但是人总是要长大的，不能有一辈子是这样的。就算你现在40、50岁才开始学会怎么操持家务，其实也可以啊。你的缘分啦，因缘。有些人很早就要出来，很早就要学社会的经验。依你的因缘来讲，成长。只要他让看到你长大了，不要一直闹事情了，或者说能有成熟的思想、成熟的做法，就是让人家放心。讲白一点，就让人家放心。那你就对父母的孝道去做到一份。所以你 self care 是 care for your parents 啊。然后呢，这边就是刚才我讲的啦，每日食粮。养亲月亲也不算尽孝，要爱惜精神，不敢受损伤，不敢犯法。所以你的精神就是你的身心要好。你如果很 depressed 很伤心很悲忧，要找方法走出来，要想到你父母亲这么爱你的家人还在等着你恢复。虽然自己遇到很多不幸，不要因为不幸而让自己永远一振不起这样子。还是要找方法，不论再怎么困难，再怎么绝境，类似感觉好像是绝境，但是一定要找方法走出来。很多管道要问，就算找朋友都好了，找专业人士都好，会跟父母亲讲一讲都可以，不要放弃就对了。好吧，有 T。一个友悌啊，友悌在对兄弟姐妹来讲，就是同辈来讲，就是忠，就是责任；孝，就是你对你父母亲；而友悌是对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大家叫我们有一个中国话叫手足，我们华人叫手足，就是左手右手，左脚右脚这样的关系。你左边痛，右边也痛，这样的意思吧？左边痛，右边会去扶，去安抚他，不会给他痛，所以要有这种感觉了。因为现在有时候比较冰冷一点，就感觉比较容易激化那种争端，但是比较难看到对方，也是从此心与我这边开始，就是你要多去了解对方的观点不要只是想到自己的感觉就好了，那是很辛苦的，因为你的感觉，今天开心，明天不开心，今天喜欢，明天不喜欢，假的。讲到底啦，不是假的，就是它不是永远的。所以你所感知的、认知的东西，永远都要刷新，因为这种东西是五蕴啊，就是它会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镜头像爱情也是这样，你今天爱得很要命，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只是单靠那种 romantic 的那种浪漫的爱情，那不行啊。那你爱什么？那它的样子，它样子会变。那你爱他的，你爱他的这个为人，OK，那个就比较深沉一点。那他为人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操持的好？你还要观察，对吧？所以你要看深层的啊，不要停留在表面。所以对于人家来讲，跟你自己的兄弟姐妹也是一样，你要去看他的思想，他的心境在哪里。如果你还不能了解，你去多观察，多去相处，喝杯茶，自己出去走走，shopping 还是什么的，交交心这样子。然后家庭啊，一定是讲情的，不可以只是讲道理。讲道理那个是对大庭广众还好可以，是对公的。但是这个家庭啊，毕竟是属于你的私人空间，就是比较 private section，你应该要用感情，不是用感情用事，而是说要通情要让他从你的
感受到你可以了解他的观点，从这边感受到，如果对方感受到了，这样你所讲的话，他们就可以听得进去，他们讲的话你也会听得进去，这样就大家就知道彼此的心境是什么，这样的话就沟通就很容易。所以忠孝有悌讲到底就是实行于物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表现。正极化人呢，我们就说一个人呢要积德，首先你心肠要好，要厚，你所作所为才有功，然后你的那个这个功德表现出来，就是你对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很慈悲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想到我就想到你，想到你从你那一边看到我自己，啊，就是仁呐，在心仁厚，那。真正在做，在运用在日常生活的事情上呢，我们有很多伦理嘛。在忠来讲，就是对于自己的责任要做到；孝对你的父母亲要想到他；悌有悌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兄弟姐妹。然后不要为了一些财产啊还是什么事情去，不要用利益啊作为激化冲突的地方，应该多去救济帮忙。然后，如果可以交流，多交流一些思想，好的要分享给大家，这样子也多多帮忙啦。这个是修德最重要的一环啊，这是五伦呐，善人要把自己的伦理做好了。这个忠孝有悌是讲伦理嘛，对于自己妻子啊，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还有自己工作单位要做到。长官下属，后面就是说，给他 summary 了。正己化人，一个人做正了，做直了，他化旁边的人会直接，会很自然的去学效法，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做事情就是这么样子的，他不会说讲一套做一套，他很有理由，他也很他很有怎么讲，他凭着良心做事情，他不是说为了自己一个利益。啊，外面说一套，后面又搞另外一样东西，私下又有什么勾结什么的，啊，不会搞这种东西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放心，所以他就自然而然会效法他这个做法。你自己做好了，可旁边的人才会看到你所做的，他会被影响、被感动，被你感动了，他自然就会改。如果只是讲而已，可是没有把自己的。所讲的这些道理用在自己生活，那你化不了人的。很多人是看你所做的，不是看你所说的。通常是这样的：金孤婿寡，敬老怀幼。金孤婿寡，就先从你的家庭的伦理，再展现到社会来讲。金孤婿寡呢？金是哀悯、哀怜，婿是周济。真正物质上啊，什么方面方方面面去帮他。敬和恤是动词，孤和寡是对象。敬孤，你去怜悯这些啊孤儿啊，怜悯那些有孤独的啊，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依靠的这些孩子你有这种慈悲心，你自然就会有这种感觉了。恤的话，就是说真正去帮忙那些寡妇啊寡妇。然后老人也是算吧，那后面有些敬老还有，然后你能帮的周济，如果是朋友是这样，你可以带他多出来喝杯咖啡，带他出来陪陪他这样子，或者是带他去一个团体，大家来我们金融学会什么的，来去做点义工，就是有一个寄托，不要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如果有这个缘分啦，你认识到了，要主动去想到他们。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就锁在自己的一个房间里面，就以为是这样，就天下事很多了，你能做的功德很多，有机会就去做，有这个缘分就要去做，没有这个缘分不要去找，没事找事做哈。但是这个是说一个态度，一个表现，你能帮的都去帮。对于一些弱势群体、社会的比较 unfortunate 的，你都会去尽量帮忙。那敬老怀幼呢，就很自然了。敬老怀幼，你是说你对一个老人家，他的尤其是他的老年的时候，他的尊严那些都要照顾到，因为毕竟他在这边活了这么多年，
他对社会怎么样，没有功劳都有苦劳，其实都有功劳了。没出没有娃都是前面的人建立下来的嘛，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尊敬，这个风气要好。那 you 呢，就是说那些还没有长大的，就像那些小孩子啊，不要说是孤独了，就是一个普通小孩子，你都要当这是自己孩子这样。很多都是从就是换位思考这个观点上来看，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厚德的人的这一个所展现出来的。那从这一个标重点后面才说，昆虫草木又不可伤。就说从最小的、最微弱的地方，你都不会伤害昆虫嘛、草木啊这些啊，每个人就觉得啊没什么事了，就踩了没事。如果有这样心态就不对了，那就不算厚德了。所以说你连昆虫草木都不会伤，那更何况是你的身边的人，更何况是这些动物啊，大型的动物。宰杀那些你都不会做了，因为恻隐之心，你有一个很慈悲的心肠，你是不会去伤害对方的。那你的世界会变成这样，会变得很光明。不管再怎么困难啊，你会有很正向的思考，你不会钻牛角尖，你不会锁在一个点上啊。你看东西都是很容易跑到去对方的角度来看，当然你自己也要照顾好自己啊，情绪啊什么方面啊。必须要理清楚、梳理好了，应该沟通的、应该要抒发的、应该要找帮忙的时候，也还是要去找。就是你和我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看的点不一样，但是我们要经历的生活还是这样，所以就不会变成对立了。就仁者无敌，不是因为他没有人打得过他，不是什么叶问一个打十个，而是他真的。没有看到对立的可对立的地方，他每次看到就是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那善的人可嘉嘛，可嘉可喜，他就会尊敬。后面有说嘛，揖明人之凶，乐人之善，那就这样咯。看到很可怜，他不会看到很可恶，他知道这个人很可恶，做的事情很不好，但是他可以看到他为什么会这样，他有比较深刻的一个观念，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很容易会。换位思考，一个国家，如果我们有一句话就说，如果你要把对方当成是人，又跟你同个阶级的话，你就做下不了手。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做军人啊还是什么，如果你说讲到底，全部都是敌对的，还是人嘛？我也是人，他也是人，他有他的家人，我有我的家人。你这样想，你就打不下去。很多时候就是说，OK，我们你看言语上 neutralize target acquire，而不是说Jason acquire，他们英文很多都是说目标锁定攻击，他把你当成是一个东西，那个慈悲心跟不上来。当然，我们说这个正当性不正当性不是这个讨论之内的课题，我是说这个慈悲心就是这样，真正做到天下和平就是大家都能这样子做。虽然你说很理想，但是。在我们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状态下，如果再不提倡这个的话，那我们就加速世尊末法的预言了。大家看到大家就是拿枪就要射，拿起来就要杀了。那这末法剩下10岁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那个也就是如影随形嘛。你越来越不慈悲，这社会当然越来越不慈悲。那你做一点错事就把你踹得死死的啊，不让你一条生路，不让你能改造。不能不用感化，用过于惩罚的那种方式，该罚的还是要罚。但是说就是那些可以改造的地方，不让你改造，还是要去惩罚，那就不对。一个慈悲的、成熟的社会，慈悲的社会一定是公正、公平，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但是同时也要有一个机制，让大家都能互相沟通，矛盾化解，然后还可以让那些犯罪的人可以再教育，那些好的人呢？有个发展施展的机会，虽然不同意见会吵，但是永远是以国家利益为主，以大众为主，社会利益为主，而不是为了一个小团体、一个公司利益或者是一个集团利益为主。这个是一个我们一定要面对的一个社会的现实啊，在家庭里面各个阶级啦，父母、父子、兄友、
兄弟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尤其是以夫妻为主，无论夫妻为首，为什么？无论你是脱不了的，不管你什么思想，不管你什么样的文化，你就是有五伦。你有没有长官？一定有长官，一定有下属，一定有同僚，你一定有朋友的，一个也是朋友，十个也是朋友，你一定有父母的，不然你是从就算 test tube 跑出来的，就是从那个胚胎跑，从那个科学跑出来的，那个精子也是从你父，那个卵子也从你母那边的，都是一定有父母的。就算不是生你的父母，还有养父养母都有的。就算没有的话，那个都有父母，然后兄弟姐妹，那个不用讲，夫妻啊，你要成立一个家庭有夫妻。现在就算说同志来讲了，也是夫妻。OK，我现在已经把那个尺度拉到最大了，夫妻还是要搞夫妻，我管你是什么恋爱关系，就是有个夫妻这一轮，也要一个扮演夫妻的角色。啊，夫妇有别就是责任要做好，大家要一起合作，团体合作，才可以把这个家庭幸福制造出来，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讲回去就是说，事到则进，非到则退。第一就是先不要做那种暗地里见不得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自己要搞好。怎样做暗地里不得？为什么人会做这种事情？因为自己的利益熏了，忘记了真正要做的事情，忘记了自己善良的时候是怎么样子。为了金钱，为了权力，为了贪色、色欲，就是自己感官上的刺激，而麻木了自己的良心，就这么简单。然后积德累功，所以我们反过来说，这两个可以不要让自己就是格物致知嘛，把自己的利益放下了。积德累功，第一就是要永远善良、纯善的心、真诚的心，就是要真正去利益人家，就是先把这个阴暗见不得光的这种可能性排除掉，也就是把你自己名闻利养放在第二，或者是把它慢慢减轻，这种追求这种名闻利养的心，然后你的善心才能跑回出来，因为你本来就是佛，你本来就是善，所以痴心于物，那你就可以做到，不然的话讲只是喊口号而已，只是我很慈悲，那对啊，你就说表面上动作好像很慈悲。捐钱，但是你心里面只是说为了要拿 tax deduction，或者是为了要得到所谓的reputation score，得到一些加分啊，在我的名义上啊，或者是我要参选啊，我就是为了这个而捐钱，或者是为了得到我的公司的标榜很好，我就这样子做，而不是真正去帮忙的话，那你这个功也是有缺，有功那是很缺，不够，不圆满，你不会得到很圆满的功德。也是鼓励你啦，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要求全部人都可以180，但是就是要朝这个方向，这个理念一定要共识要达成，就是大家是为了要真正要来真的，不要再搞了一大堆，因为你真正的利益就是从你最真诚的时候才出来，啊，如果只是为了要去考量这种所谓的利益的真正的很物质主义的那种想法嘞。你所得到的就这么多，有量的，OK。后面就是在伦理方面做到忠孝有悌这三样，然后正己化人呢，就是忠孝有悌嘛。后面就是正己化人，就是你要怎样正己，就把忠孝有悌做到。正己化人就是把你的行为端正起来，人家就会听进去了，看进去了，做进去了，不需要你浪费太多口舌，该讲的还是要讲的。好了，那金箍绪卦，敬老怀幼，那是引申出来的。昆虫草木又不可伤，也连小的都不伤害，大的哪里会伤害？人类哪里会伤害？大的动物你也不会伤害。一泯人之凶，乐人之善是一个态度。人在多少个恶，你能看人家的一个善和欢喜，那你的人生是光明的，你的路是很阔的。看到人家不好。你的心态，一个慈善的人，真正善的人，不会说愤怒不平。可能我们反复还会有，但是愤怒之后，马上会转到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而不是一直说他这样做不好，他这样做不好。好，他确实做到不好，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到不好？为什么他会搞出这种事情出来？要探讨，要反省，是不是我们大家一起共同要去了解，至少要做到这样。
所以这个是个标准啊，标准不代表你可以马上做到，但是一定要有个标准。没有标准，大家就是在很心浮气躁的在表面那边停留，进不去。这样的话，你们永远我们都有做解决不了问题了。好，说到这里啊，我们就到此一段了。后面呢也基本上是在引申着这一个世道者进非道者退的原则。我们不论在这个太上感应篇，还是在任何善术佛法，尤其是了，我们都要永远记住了。真诚是永远代替了一切的所谓的思考思量。一个人很真诚，不管在公司上、在家庭上、在感情上等等啊，他们都会得到真诚的回应。一个不真诚的人，不管他深思熟虑到多少策略，他所得到最后的要么是有限，要么就是梦，就是泡沫了，不是真的，因为他的基础就已经不对了。就是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了 ，exactly what you are， 你得到的就是你所想。你所付出的，你所得到的质量，值你的那 quality， 也就是你所付出的那个值。所以，乐人善人，君子乐得做君子啊；小人愿枉做小人的、啊，不要把自己变得那么狭隘。加油吧，我们一起加油啊！好，学习到此地，我们第一轮若说。对，敌人若有错误和疏漏之处，恳请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德线上诸位大德们批评指正。南无阿弥陀佛。那我们来回向啊，愿以此习讲太上感应篇之功德，回向给编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有想给遭受天灾人祸，一切苦难众生、瘟疫等，第六也回想给自己的家亲眷属、外公，染上这些肺癌的，一些冤亲债主还有本人，愿他们都能度过此难，都能得到善的结果，还有善的未来。那也回向给上京下空老和尚，愿老和尚法体安康还能继续慈悲的留在世间，为我们继续转法轮。回向给其他四众弟子能怎么讲，依教奉行对佛法、对善法扎根，尤其扎根教育。越来越稳，信心越来越强，然后最后心愿持名往生净土，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